家好，我是 W 布。OK，W 今天要说一下那个什么，今天更新了很多那个活动，新的活动，然后新的东西。首先来打开我们的羁绊，然后羁绊，你看这里魂骨图鉴 ，OK， 点魂骨图鉴。哦，各位可以启动我们的魂骨图鉴啦，就是代表你，如果你已经获得了，然后你就可以开它的图鉴。然后 W 这个强攻的图鉴六个，差一个头部骨还没获得。OK， 然后可以激活了，直接激活起来。OK， 加多少战力？哦，加5000战力，攻击500 blah blah blah， 0.82% 率的基础属性魂骨，然后的属性可对全体强攻系魂师生效。所以这个强攻的这个魂骨的图鉴只是对你的队伍的强攻系的魂师生效而已，不是全体魂师啊，只有强攻系啊。OK， 还可以再升级，升级，哦，又加5000哦，因为星星哦，刚刚是六星啊，现在是九星，九星又加5000吗？哇，一直5000哎，然后十二星，哦，5000，15星。哦，根据 W 的星星啊，哇，加7000。哦，根据 W 的星星这样加哦。然后目前 W 这个有九星就可以加三次，加三次。哇，很补哎，这样加，我的天。OK， 然后这个什么邪狐的，这个邪狐 W 只有一个一星而已，只是拿过一个买来的。哎呦，对哦，其他的好像没有拿过哎，哈，没有获得过，所以开不到图鉴，鸡蛋糕啊。OK， 然后再来是敏攻。OK， 敏攻啊，这个叠后，哎呀，只是拿到三个而已。OK， 激活一次加4000，两次4000，然后这个什么3000？哦，这个是那个蝙蝠王的。OK， 哦，然后这个是那个软凤长鸣那个鸟的。哇，很补哎，这个战力，我的天！哇，补起来，这个图鉴。非常补，我的天！哦，然后再来就是控制了，控制系这个什么？这个什么蛇啊 ？OK， 蛇的两个拿到过。OK， 这个是那个青蟒夺天。所以如果是什么系的魂骨，就只是加给什么系的那个魂师而已。你看，控制系魂师获得而已。OK， 然后现在是辅助 ，OK， 防御跟辅助的魂师。OK， 这个是、幻境智慧7000。哦，这个加比较多，这个一加加7000哎，5000哦，因为 W 的那个队伍 ，W 队伍有三个辅助，所以应该加比较多啊。你看加7000，然后各位再来就是新出的外附魂骨啦，哦，外附魂骨强攻系，然后这个什么吞心魔元兽，然后面部天陨星外附魂骨，可是点不到来看它鸡蛋糕，可是可以看它的星星了吗？什么什么20%伤害降低，战斗开始时13%的速度哎，我的天！然后战斗开始时20%的攻击力，3星魂脉现在是一星哦，现在应该是一星10000。OK， 然后属性可对全体强攻系魂师生效哦，这个外附魂骨也是强攻对强攻，就是跟他的系列来跑的。OK， 再来是什么？血刃猎魂牛背部，猎魂片翼，巴拉巴拉巴拉，13%率，速度20%攻击力，然后，哎，这个好像比较弱，10000的图鉴，哎，这个50000图鉴1000，哎，感觉这个比较弱啊，可是它是分背部跟面部，哎，可是它是穿在哪里嘞？各位，你看它是穿在哪里的？它是穿在那个地方来，就是你们一直很好奇的这个魂骨。就是这里，哦，就是这个中间这个，啊，就是这个位置啊。可是 W 现在不太清楚是面部穿在这里，还是那个背部穿在这里，还是他们都是穿在同一个地方，一个比较强，一个比较弱而已。啊 ，W 不太清楚啊，我的天！之后获得了再穿起来吧，现在还不能获得，应该是打活动获得的，之后才可以打活动。现在全部人也是没有这个魂骨，而且外附魂骨没有人有。OK， 然后再来是敏攻的外附魂骨，暗金蝙蝠王面部 ，OK， 胸斧手。什么？通过什么？ blah blah blah， 一回合伤害降低40%率。OK， 战斗开始13%率速度，战斗开始20%率攻击力。哎，两星的魂脉20%血，一星魂脉20%防御力。OK， 往下滑了是吗？强攻也是一样啊。
哦，可以往下滑的 W， 还以为三星就哦哦，两星28%绿生命，一星是20%绿的防御。哦，我的天，还可以往下滑了是吗？哦，一星是28%。哦哦哦，我的天 ，OK OK， 命宫 OK OK， 然后魂骨五万年图鉴，然后这个刘梦一梦刃蝶后的背部。OK， 28%绿防御力，二星三星，哦，差不多一样哦。使用魂技后伤害永久提升18%绿，最多叠加两层。哦，应该是他们前面都那个星星的魂脉都差不多一样啊。然后最后这个红一星的那个技能比较不一样而已啊，说不一样那个技能。OK， 然后这个图鉴都是比较低哦，一万年就可以加成了。然后这个还要等到五万年才有那个属性加成耶，什么鸡蛋糕啊？啊，全体民工生效啦 ！OK， 再来是什么 ？OK， 再来是控制系的外附魂骨，十手烈阳蛇面部，烈阳印。OK， 一万年。OK， 星星。OK， 防御力一样一样，差不多一样。红一星，敌方身上控制，获得一回合伤害，降低40%率。OK， 属性图鉴一样。OK， 人面魔蛛背部啊，八蛛矛，呜，八蛛矛。成功施加控制，有60%律师 ，OK， 减少一点魂力 ，OK， 真的，他们的一星、二星、三星、四星都差不多一样啊，都是一样啊，只有这个红一星的技能不一样 ，OK， 图鉴，图鉴 ，OK， 再来是防御辅助，九幽魔杀这个曼陀罗 ，OK， 面部，敌方击退我方哦，行动条什么效果降低100%率，最多触发三次 ，OK。OK OK OK， 真是一样哎，真是一样哎，这个什么气旋路琉璃角 ，OK， 真的是一样哎，我的天！战斗开始四回合后，推进行动条，最高攻击力附加一回合伤害提升40%率的效果 ，OK， 图鉴也是一样 ，OK。然后外附魂骨是如何获得？各位啊，如何获得？就是这个天斗争霸 ，OK， 这是活动。周日下午12:30到晚上8:59，然后还有这个战争巨兽也是周日星期日下午12:30到12:40，然后下午6:30到下午6:40。OK， 然后报名时间是早上9:00。OK， 然后下午1:00到6:00。OK， 完成次数不限诶。来，首先看这个天斗争霸是什么来的，来。呜，看起来哇，好多这个吗？城，所以是什么？攻城战啊，各位！啊啊！我的天哪，好像什么游戏都有攻城战啊！呜哇，好多城，好多城，小城、中城，哎，蛮大的这地图，我的天！可不可以放大来看一下？放大？哎，放不到大啊！我的天！哎，放不到大哎，只能滑来滑去这样看哎。所以还有小城、中城，然后这个应该是最大的吧？天斗皇城金色的 ，OK， 首先来看一下天斗皇城 ，OK， 占领中门没有，因为它还没有开放这个活动，它是星期日，每个星期日才开放 ，OK，OK，、OK OK， 自选 SSR 头部股 ，OK， 它的奖励自选，哦，不错不错，然后五万年的泥太魂环两个，然后这是什么？攻城战礼盒，可选择其中一个礼物，20个这个魂骨碎片，那个巢穴的。哦，外附魂骨礼包，哇！外附魂骨礼包可随机获得一个物品，这是什么？猎魂片翼，这个是强攻系的啊，强攻啊，这个是一星魂脉，增加4%率的防御力，攻击500 blah blah blah， 特殊属性防御1%率，然后这个是它的等级10/20哦，升等级啊。6%9/20%率的防御力 ，OK， 然后再来刘梦一民工，这个刘梦一很像一个人的名哎，刘梦一，刘梦一，外附魂骨背部4%率，哎，一样哎，防御力，防御力，哎，一样哎，它的属性都是一样的，哦，都是一样的啦，我的天，这个八蛛矛 ，OK， 控制的 ，OK， 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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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属性一样，然后这个是防御辅助 ，OK， 一样一样一样。一样，所以你看啊，这里有一个这个暗器系啊，所以控制跟暗器跟这个强攻暗器都是一样的，所以暗器系是可以穿强攻和控制啊。特别上个影片已经说过了 ，OK， 这是什么？五个苍虚魂脉，
五个仓虚魂脉是什么？魂脉魂骨沉积十万年后产生的精华，外附魂骨魂脉提升，使用后可获得哦魂骨强化经验。哦，这是材料啦，经验啦，提升那个魂骨的那个什么啦，那个等级啦，我的天。OK， 然后宣战宗门，哦，可以宣战耶。哦，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宗门已经占领了，然后其他宗门可以去宣战。打仗啊，我的天，打架就对了啦，呜 ，OK OK， 攻城 ，OK， 然后这个是宗的城 ，OK， 也是什么自选 SSR 头部骨，哦，也是有头部骨，两个五万年 ，OK， 哦，也是有这个礼盒，咦，也是有魂脉哎，哎，中间这个有，哦，这个是也是哦，秘藏，哦，这个也是那个物品来的，可获得以下物品：宗门补给宝箱，随机获得。勋章哦，商店换东西，随机强攻哦，随机敏攻哦，四个手哎妈，两个手两个脚哦，四只，然后碎片哦，随机获得一样东西哦，金币哦，哇，随机哦，外附哇，两个哎，我的天，看来哦，看来之后应该是可以升星星又可以升年份的啦。啊，一万年啊，升上去八万年啊，什么星星升上去六颗星之类的。OK OK， 之后就可以知道怎么升了。哦，像那个大的是什么？秘藏，皇城秘藏两个，十二个。OK， 外附什么？秘藏魂骨随机 ，SSR 头部骨又是随机头部骨，哇，很多头部骨哎，头骨碎片 SSR 一万一星的头骨。还有特别是头骨的碎片啊，这个这么那么奇怪啊，我的天，25个 ，OK， 来，还有什么？再来是小的，那个其他的忠臣一样吧，奖励。啊，对啊，其他的忠臣都一样啊 ，OK， 然后小的，小臣，哦，小臣四个，哦，也不错啊，一个外附魂骨也是有外附魂骨。然后那个奖励工程礼盒 ，OK， 然后占领 ，OK， 然后宣战的要求是宗主可以去，或者武堂的堂主可以去宣战 ，OK， 可以选宣战 ，OK， 明白 ，OK， 奖励说明 ，OK， 参与奖励，我跟刚才一样哦，看到，诶，这个什么，十个外。咒魂脉，哦，也是强化经验啊，也是材料啊 ，OK， 然后还有什么？一样吧 ，OK， 一样吧。需要阶段什么二世中小城战战斗时占领中心城才可参与皇城争斗。哦，需要占领那个中心的那个城才可以参与这个皇城的争霸，哦，才可以抢这个皇城。哦，所以还有分阶段的，各位，一开始要占领这个中型的这个城先，哦，这四个中型的，哦，如果占领这种小的城，就不可以参与抢这个皇城。啊，明白，我明白了，明白 ，this guy，OK， blah blah blah， 一样。哦，小城没有头部骨、啊，哦，小城没有头部骨，哎，哦，所以至少都要抢到这个中城，哎。OK， 哇，很多小城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达标奖励什么？五级军衔，多过一万的战勋要求，道具奖励，中门补给，两个手两个脚哦，一样。OK， 1000、1万，哇，十万金币，然后五万年，然后外附魂骨两个。四级军衔9000战勋，战勋是什么鬼哦？我的天，应该是打人的吧？打一个人拿一个战勋啊？还是打一个人拿100分的战勋？应该是啦、啊，应该是看你打多少个人吧？应该吧？我的天 ，OK 啦 ，OK，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战争巨兽，哎，哪来的？哎，他不能点进去，鸡蛋糕。可是 W 知道有个地方可以点来。就是 W 知道那个中间的啊，这个外附魂骨这里点一下，因为你还没有获得嘛，那战争巨兽按，而且可以进去了。哇啊啊 ！W 实在是太聪明了，我的天！哦，还没有开啊，星期日才开放这个活动，星期日下午12:30。OK， 战争巨兽，呜，是什么？泰坦骨，哇 ，Level 5。
LV5 level 14级。 OK， 天斗争霸宣战中心曾获得以下效果，全体成员哇攻击力增加 70% 率，击杀敌方时恢复 5% 行动力。哦，打这个 boss 这个活动跟那个宣战的那个城池有关系了，可以选他的力量啊，巨兽之力。 OK OK， 巨兽之力，然后可以拿到什么外附魂骨。 OK， 随机集 SSR 徒步骨，哇还有一个集耶，什么极致吗？邪虎两颗星一万年，呜，没有幸运值，鸡蛋糕，没有幸运值，头部骨，头部骨。 OK OK， 然后还有躯干骨，哇也是两星的哦，明白明白。然后左臂骨 OK， 然后恒纪魂脉，哦也是经验，然后金币。 OK， 发起集结，只有宗主，什么只有宗主跟堂主才可以设置集结的目标哦，所以是宗门啊，也是宗门一起来打的，一起来打 boss， 我的天。 OK， 然后这是什么？ OK， 双峰幻玲珑。 OK， 速度增加 60%， 180%率速度，好跟它的什么它的效果力量。 OK， 也是外附魂骨。 OK， 头部骨一样啊，一样啊，一样一样一样。然后再来是谁？再来是天青牛蟒，它的力量是什么？哦，全体精神力增加 80% 率。 OK，然后拿这个外附魂骨 ，OK 一样。然后这个什么，元武之灵 ，OK 那个玄武，防御生命增加 70% 率 ，OK，OK 其他奖励也是一样 ，OK。所以只有四只而已、哦，来看一下是不是只有四只？哦，真是只有四只。我看来这四只很明显最好的是这一只哎，泰坦巨猿哎。应该是拿加攻击力啊，哇加 70% 率攻击力，击杀敌方恢复 5% 行动力，应该是这个最好吧，这个泰坦巨猿的这个力量是最好的吧，应该吧应该吧，是不是啊，加速度，速度也是好像也是不错哦，我的天。所以活动中的宗门排名越高，获得的巨兽之力等级越高，最高是5级，然后有4级，应该还有三级、两级、一级吧，这里没有显示而已，所以还是要看整个中门的打的那个什么伤害还是什么屁股啊。之后答对了，等星期日吧，等星期日。OK， 然后再来我们去看商店，争霸商店，哇，新开了这个争霸商店，攻城战的商店，1200个，这个叫什么啊？什么勋啊？什么勋啊？忘记了，鸡蛋糕，1200可以买60个这个香肠体力。每周限购，一个星期买一次，一二三四五 ，OK， 五个。然后外附魂骨礼包 ，OK， 就是一样啊，那个魂骨啊，4000。然后这个是经验，经验。然后这个是什么？巢穴的那个魂骨碎片 ，OK。然后这是什么？哦，那个好感度，哇，700好感度，700哦。哦哦，都是哦，好感度来的啦，哎我的天，就这样哦，就这样哦，呜，看你最值得的这个体力一定要买完，每个星期，嗯，等星期日参加活动就可以来买了。然后这个魂晶的商店你们应该懂是什么吧，就是当你的魂师有一个达到红五星满十星的时候就会开放这个商店，然后当你的那个红五星满十星的那个魂师，然后你再额外再抽到的碎片有多余的碎片，它就会自动转化为这个魂晶。你看魂晶分解就是哪，你看这里哪魂师信物如果多余的就点，然后就可以分解，就这样。 OK， 然后 W 暂时是零啊，没有抽到多余的。 OK， 什么12000可以什么随机左腿，随机右腿，随机左手，随机右手，焰火炎鹰 OK， blah blah blah， 暗器升至更高星级的核心材料。所以这两个活动就等 W 星期日参加了再拍影片吧。 OK， 我们星期日见吧各位，今天的影片就到这，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订阅分享留言点个赞那个小铃铛，就这样的，就我们了，嗯，再见。